手撕的风干鸭脖，姐妹们，每根的话是52克，它这个真的是追剧必备啊！看一眼，它这个肉是一丝一丝的，然后它咬在嘴里那个口感就像牛肉干一样，非常有嚼劲儿，好香啊！越嚼越香，孜然的、麻辣的、香辣的三个味道。我吃的是麻辣的，他家的鸭脖非常的够味儿，又麻又辣的，超级过瘾啊！这肉真挺多，好入味儿啊！我感觉比咱们吃那个牛肉干还要香。平时嘴没味儿，平时饿了想吃东西，随时可以来一个啊！而且这种的是高蛋白啊，减脂期晚上饿了也可以来一个。这真的太香了，就是你吃一口，它能让你一直吃，让你控制不住，一直想吃。全是大瘦肉，而且它都是这种氮气所限的，姐妹们，尤其晚上饿的睡不着觉啊，来一个这个简直太满足了。